天又是星期五了，然后呢，标标静静的化解回来了，带他们两个去爬那个水笋。小黄，奶奶在这里割草，好嘞，咱们帮着妈了。看我家西瓜这么长了，有的西瓜都结西瓜了的，没看到快都结果了。快骑单车过去，走吧，走啊！行啊，别搞脏了。哎呀，好不好？走吧，我到那去，赶紧走。现在刚好不下雨，然后去山上的话也不会湿的衣服、湿鞋子之类的。走啊！这是野果，这个野果不能吃。小果果到哪里去了都？没有，这里被人打了，还是老了。这几年这笋怎么这么少？笋都老完了，回家去了。看我们家这个头发剃得了好长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么长，你看。你自己拿是被偷的。被偷的。哎呀，这家穿两条裤子，早上超级冷。走，江江。叫你爸回来了吧？叫你爸给你们剃头发。爸爸回来了。笋都弄成黄黄了，我是显得黄光。奶奶，奶奶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别弄了，孙子。
羊，有三只小羊，还有个爱看的兔子。那是大母羊生了两只，小的生一只，一共三只。没有了，都是出来了，哪里还有？奶奶，奶奶，叫妈妈来看，来，给他妈叫。